台北是非常的多面性而且多样化的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跟艺术气息，很朝气，然后很热血的一个城市。先减肥再过来吧。这里好吃啊，快点来啊！什么东西都有的地方，任何的景都可以找得到，只要你准备好要拍一部好看的电影，可能带了一点浪漫或是恋爱，看到更多你住的地方。这么可爱，这么美丽，这么漂亮的台北，真的来台湾你会喜欢这个地方。台北，我爱你。那我相信有你们的帮忙，我会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Bonjour， 杨鹏君啊，台湾。台北是最好所在 ，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love and passion。欢迎大家来拍片，好不？台北 ，Action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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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北 ，Action！